上山下海，平安。这边有猫猫在冲浪，狗狗在攀岩，然后有脚踏车，有潜水，几乎是所有的户外运动都有喽。而且它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厚的材质的卡片，大家可以看到。然后如果你看的话，这个纸呢，它特别的之处就是在它在，就算很多人喜欢把春联就是贴在门口嘛，那这个是不用担心说，哎，室内室外被太阳照的时候有可能褪色，这是不会褪色的。然后上面这个金色的油墨也是环保油墨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春联，所以如果想要送朋友的话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，保佑大家在2024新的一年都可以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上山下海平安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下面的购买链接购买哦。